四十天信心行动，邝建雄牧师透过耶稣七次所流的宝血，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但乜嘢系耶稣嘅宝血呢？而宝血又有乜嘢作用呢？在第一集，邝建雄牧师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第一次流的宝血，让我们明白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四十天信心行动，8月18日星期一晚上9:30。